up, guys? Welcome to new episode. 今天12月31号，准备跨年。我今天我们要先去高铁站几个人。So, yeah, let's go.我刚想说，我刚刚看到一个，那个这晃过来，然后想说，哎，啊，这个不是他。请问这位小姐要干嘛？画眉毛，帮你。我也眉毛，太稀疏了。有没有眉毛 ？Yes。啊，画眉毛，画眉毛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的脸好严肃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摆什么脸呐、啊？我应该摆什么脸？你好，你动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现在到底长成怎样。到底变成啥样了？好奇怪哦！我不要眉毛，我不要眉毛。你把这边，我不要这边，我觉得这边很好看，我觉得这边还不错，还不错吧？我不要眉毛，你就很好看。好奇怪，为什么眉毛？我习惯没有眉毛的我，可以不要眉毛吗？不行。好的，这梳片剪完。你们觉得要不要有眉毛？如果有眉毛之后让它画，啊，如果觉得没有眉毛的话之后就再不要眉毛，一定要看大家觉得怎样。一定然后我们就直接错过了，直接错过火车，幸好不是去台南的火车。去台南火车那个真的不能错过，肚子饿了。没有早餐了。没有早餐了。没有早餐了。哭哭。先去吃早餐。我们要去吃一间看起来很厉害的早餐。好。
觉得一到十。七，七很高吗？我大概六。我觉得就是好吃，但是普通，因为它不好满足。我不好满足，我嘴很挑，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我期望太高。哦，我觉得它没点套餐。套餐感觉很厉害，可是就我点了那个烤肉堡，就是家乡烤肉堡，有家乡味吗？你说烤肉好吃啊？烤肉好吃，烤肉的芝士真的蛮好吃的，但是其他部分麻吉好吃，麻吉是真的好吃。啊，奶茶你也说好喝啊？奶茶也是，奶茶也是好喝，可是就是没有到，不好满足，就是没有到 surprise 那种感觉。他想要。所以我想要收回来。好，我现在要先去放行李，然后之后去渔光岛。嗯，为什么是我鼻子？你买了什么？什么大香包香肠烤天不要忘吃完，然后面可以做现烤鱿鱼哦。我要吃那个鱿鱼啊！它不会很热啊？会像烧火。我们家渔光岛。你干嘛？现在 hello。没有要干嘛？看风景用。看什么？看风景。好，看风景。晒太阳。其实不会很冷哎，我觉得蛮温暖的。就风。我们明天可以傍晚的，是不一样的。来这边吗？对，看看晚上。踩水喽！我鞋子防水的。还是太快，还是太多了啦！皱眉头，皱眉头，然后我要介绍他的天赋是皱眉头跟打嗝。他真会中了，跟大哥了。你那个帽子。嗨。嗨。我们在那个。渔光岛。渔光岛旁边，不是渔光岛旁边，渔光岛里面的。秘境。树林。树林。树林走走。吸收分多精。吸收分多精。示范一下。分多精。How to suck？ 不要乱讲。How to suck 分多精？猫分多精的英文是什么？忘记了。不会不会。嗯，忘记了。Anyways， 我们再去查单字，然后再来讲解。我们要变成英文小老师，我们是英语小教室，知识型 YouTuber。对，评个分。这边几分？7.5。7.5。你呢？8分。为什么这么高？你很漂亮。刚忘了安录一次，他再讲一次就觉得很奇怪。因为水温刚好。对，水温刚好，天气很好。人很少。人很少，可以对。可以挑早上来。对，中间。那黄昏是比较漂亮，但黄昏就是人比较多。好，因为想要去市集，我们要去找吃的。然后那边有很多小吃，对。走走，好，走，拜拜。嗨，我们在市集。莫名其妙，我也不知道是哪里。就是一个很多商店的地方。对。我们要来觅食，吃中餐，对。随便吃中餐。都不知道几点？对，吃中餐。声称是澳洲的，吃过也是很好吃。然后它有附两种酱料，为什么要靠这么近？因为你收不到音啊。嗨，这个人强烈要我拍下来。而且我刚才抛弃他。那刚才抛弃我，他刚看到他就把我手放开。为了薯条不择手段吗？
吃吧。啊！一定很烫。啊！很好吃。一到十。有分。真的，真的你一定要吃的。哎，哪旁边这个？哦，看看，好脆哦，连那个声音都听得到。夸张吗？很香啊，我们味道是蛮香的。加价，小心。美食评论家，一般，烫吗？它的皮很脆，嗯，很脆。它酱的炒得很好吃。小心，有烟，好烫哦，很烫，你太大口了。就跟你说，真的几分？很犹豫吗？九分。九分都不对，一定要吃。这个好吃。这家那个名字会放在下面。对啊，这是很好吃的，100块就这样那么多，很值得。赞。九分。下一站。我们刚，我们来。这间叫什么？反正是马卡龙。好，先试吃你的吧。好吧，看看。嗯，很香。这不会很甜。不会很甜，评语就是不会很甜。因为我之前吃过。70块，然后我觉得没有好吃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1到10分，7.8。好，你这是什么口味？啊？什么口味？葡萄莱姆。哦。我单纯是想吃莱姆，酒鬼。酒鬼。哇，好蓝哦。脆，好冰哦！对啊，很冰的嘞。还有一个像 dark cream 还是什么东西，如何？太久没吃甜的，好甜哦！我觉得还算不错，可是有点硬。有点硬，所以马卡龙要软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喜欢中间软一点。哦，我觉得它中间比较硬。嗯，几分，请评分。美食的标准的话，大概7分。好、哦，马卡龙的标准的话大概8分。好哦，还不错吧？还不错。嗯。好，我们到我们住宿的地方了。对。住宿。8楼。镜子，把门关起来，把门关起来。你在哪？哇，还不错哎，现在小小一间，可是也什么都有了。哇，好满意。什么都有了，什么都有了，很刚好。是不是很香哎、哦。嗯，他说好消毒过了。好，等一下再一个 room tour。好，我们的 official room tour。嗯。其实也没什么好介绍的，就一眼望尽，很刚好。我很喜欢他这种小巧思，然后他有做系统柜，
这些都是柜子可以放东西，所以不会占空间，就其实不需要多大，我觉得刚好。对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然后，然后休息一下，然后最后再看要干嘛吧。先耍废。先耍废，先耍废。耍废优先。耍废优先。快 RT。不要唠英文了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So what are we up to? We are going to eat dinner. 所以现在已经快要7点了吧？为什么这么晚起？刚干嘛呢？没干嘛，我在睡觉。太累了，今天睡太少，好香哦。咖喱味，好香哦。哎。那抹茶。抹茶。我们刚刚要去吃的那一家没有开，公休。可是他 Google 上面写。Google 上面有写营业中，可是他没有开。那我们可能附近找。对、啊，附近找容易吃到。真的没有话就去吃披萨。你看这一家有一家意大利餐 ，again 意大利，是吗？好朋友怎么没有吃意大利餐？好，下一家，下一家，请我们现在吃什么？披萨，跟披萨吃到饱，我们来台南吃披萨吃到饱，好荒谬啊！这是松露，假的松露，假松露，吃起来不像松露，有点像调出来的味道。你要烤我叔叔？你讲一下我们刚刚发现了什么？这盘发现什么？薯条里面有糖。对，它在薯条里面加糖，因为白色那些都是糖。有够扯，真是台南哎。还不错啊。对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真的是。很奇怪，就是台南。哦，好，给吗？现在我们的 official rating。好哦。好，你先讲你的好了。几分吗？对，几分？6.5。6.5。因为它炸鸡好吃。它炸鸡好吃。我给太高。3.5。3.5太烂了。我觉得它不是一个，我说以。单就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，单就美食的话，3.5，它就不是好吃的，就它是可以吃而已。对对，就是可以。可以吃的，炸鸡好吃吗？太油了。可能是我太饿了。可能是太饿了。然后它的玛格丽特真的是很怪，只能说很怪，它没有加红酱，它就只有单纯的番茄切片放上去而已，所以就很奇怪。跟饼皮很不搭，对，而且它饼皮又说软不软，然后又咬硬又不是硬，它也不是薄片，它也不是厚片，中间就中间，很尴尬。啊，如果是以一个餐厅来讲的话，大概5分啊，5分或6分左右，5.5，以餐厅来讲的话。但是这位严格的评论家给了3.5分。美食的话啦，好。喝酒去，喝酒，喝酒去。然后走里面去。你最爱大理石？大理石。希望可以给到8分，希望可以提到8分。饮料都好喝啊。对，饮料很难不好喝。好。几分？7.5。好，然后。我会不会评分？当然绿茶好喝。这款比较好喝。我觉得绿茶比较好。我的是四季春，然后呢，这个是绿茶，很多绿茶。绿茶很好喝。对。就因为绿茶它是比较清淡，然后配上奶盖就。淡。我应该给8分。
来了。嗯，嗨。嗨，回来了。因为太冷了。超级冷。太冷了，而且吃的有点饱。刚刚那个不应该去吃到饱，那个太饱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决定在家里下下棋，我带夕阳起来，然后下下棋，然后时间差不多就睡觉。今天太累了，非常废的行程。对啊，蛮轻松的。对，就是要这样才是度假。